HSK 六级样卷听力材料。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50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1到15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一个年轻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有个小孩站在他旁边很久，一直不走。年轻人问，小朋友，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不走？有什么事儿吗？小孩说，这个椅子刚刷了油漆，我想看看你站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二，开卷有益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读书就会有所收获。毫无疑问，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是人类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博览群书能使人拥有高深的学问，能言善辩，受人尊重。三，丈夫给一家杂志社写了三封信，提了些合理化建议，编辑部给他寄了两本样刊作为答谢，丈夫非常高兴。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准备给汽车公司提提意见。四，童话里的人物往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童话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丰富的想象力，让动物和植物都拥有了人的感情，很容易让儿童接受。虽然童话主要是写给孩子的，不过有童心的成年人同样能在童话中找到快乐。五，秋季来临，很多北京市民会选择去香山观赏枫叶。香山红叶文化节一般在10月中旬举行，并持续到11月份。如果不受特殊天气的影响，香山的枫叶将一直红至11月中旬。六，机会并不是越多越好。当你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时，或许你会坚定地走下去，最终到达目的地。但当你有很多机会时，或许你会与成功擦肩而过，因为你在很多时间里都在犹豫，而机会经常在犹豫中失掉。七，很多父母习惯只给婴儿吃少数几种食物，但专家表示，大多数婴儿6个月大时就可以安全进食多种食物。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多样化食物有好处，可以帮助他们长大后适应不同种类的食品。八，快到春节了，常常听到春运这个词，春运是什么意思呢？
春就是指中国最传统的节日春节，运就是指运输。春运就是指春节期间的运输，主要包括火车、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运输情况。九，一对夫妻吵架后好几天都不说话。这天丈夫想和妻子说话，可妻子不理他。丈夫于是在家里到处乱翻，妻子最后忍不住了：“你到底找什么呀？”“谢天谢地！”丈夫高兴地说，“终于找到你的声音了。”十，矿泉水是指未经污染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或人工开采所得的天然地下水。矿泉水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些矿物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人体生理功能有积极作用。十一，敲门也是一种礼仪，最有绅士派头的做法是敲三下，隔一小会儿再敲几下。敲门的声音要适中，太轻了别人听不见，太响了别人会反感。敲门时不要砰砰乱敲一气，若房间里面是老年人会惊吓到他们。十二，参团旅游具有省钱方便的优点，但是行程往往安排的较为密集，旅客容易出现疲劳现象。自助旅游的优点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但在旅游旺季，旅客在解决交通、住宿等问题时，往往会遇到麻烦。十三，空姐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这项工作其实非常辛苦，而且可能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定的应变能力，就会忍受不了工作的压力，做不好这项工作。十四，沈阳持续一夜的皑皑大雪已于今天上午9时左右停止。目前沈阳天气晴朗，到处是一片银白的景象。孩子们欢快地在雪中嬉戏玩耍，人们在路边驻足欣赏雪景。十五，他是一个银幕传奇，他是一代武打巨星，他创立了截拳道，他将中华武术传播海外。他的一生很短暂，只留下4部半影片，却足以让全世界热爱武术的影迷回味一生。他就是功夫之王李小龙。第二部分，第16到3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朋友们好，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可是越来越关注，连洗脚都越来越有讲究。洗脚是已经老土的说法了，时髦的叫法是足浴或者足疗。
专门通过足浴来为顾客提供保健服务的足浴店，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千子莲足浴就是这洗脚大军中很抢眼的一员，它颇有传奇色彩，因为它的创始者是几个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创始人之一徐先生。徐先生您好，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到洗脚工，您能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洗脚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那些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经营的是足浴服务。再说了，洗脚工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谈不上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您认为千子莲吸引大量顾客的关键是什么呢？放松的感觉。我们的顾客中大部分都是商务人士，平时职场上太累，到了千子莲他们可以放松下来，这种放松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我觉得千子莲这个名字很特别，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我曾经到过敦煌，受到了很深的震撼。在敦煌莫高窟第五窟的壁画上，有鹿女生下莲花变成一千子孙的典故，我把这莲花千子结合在一起，就得到了千子莲这个名字。我对这个名字很得意，国内大部分连锁品牌的名字取得都很西化，只有我们的名字最中国化。我觉得千子莲明亮的殿堂和我们传统理解中的足浴店有点不相符。是的，在中国人看来，让别人给自己洗脚是一件有些尴尬的事情，我就是想把这种尴尬的事儿变成时尚。其实洗脚和理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的店都有统一的装修风格和管理模式，迎接顾客该说什么话，多长时间端上热水，都是有统一标准的。而且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服务人员都有国家颁发的足部按摩师证书。16，男的开千子莲店以前是做什么的？17，千子莲店主要从事什么服务？18，男的怎么看待自己？19，千子莲这个名字来自什么？20，关于千子莲店，下列说法哪项正确？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欢迎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你好，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是这样的，到现在已经改了7年，我把自己以前的作品全部改完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15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差不多都要改。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最初开始写武侠小说是为了一个乐趣，是不是？最初是工作上需要的，主要是我在新晚报做编辑，新晚报需要这样一篇稿子，人家知道我喜欢谈论武侠小说，算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就被抓来写了。您的读者遍布全球华人世界，无论什么职业什么性别，您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您的作品大家都能接受？想过，我认为是因为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您觉得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是忠孝仁爱这种道德观念，对待朋友应该要真诚，对待父母应该孝敬，这种价值观念是中国人大致一样的。您曾经说过，说武侠小说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古代的事情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恰恰看到您的小说被无数遍的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然后又编成电脑游戏，是每一代年轻人都喜爱的文化产品。这和您的话之间有矛盾吗？我没有说武侠小说没有前途，我意思是说，要发掘武侠小说越来越困难了。要再写下去，越来越困难？对，我想将来这个武侠小说的前途不是写古代了，可能是写现代了。作为人生的境界来说，您现在最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什么？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希望可以平平淡淡过生活，有机会能够游山玩水一下。21，男的刚刚完成了一项什么工作？22，男的最初写小说的原因是什么？23，男的的作品为什么很受欢迎？24，男的认为武侠小说的前途是什么？25，男的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卢琴，请她谈谈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的心得体会。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又是什么让您能够一直在教育工作上探索呢？我到《少年报》工作已经有29年了。我从小就想当知心姐姐，因为我是从小看着《少年报》长大的。当时有一个栏目叫做知心姐姐，我就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知心姐姐给我回了信，于是我就有了很大的成就感，后来我自己就想当知心姐姐了。您特别的幸运，因为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您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那就是爱孩子。当你从内心里爱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的脸上就有爱的微笑，你的语言里面就有爱的激励，于是孩子就会发现你的这双眼睛爱他，他就会把心交给你。现在5到7岁的孩子中有很多问题孩子，这让家长们比较苦恼，该如何在这个特殊阶段教育孩子呢？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在这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家长发现他好的那一面，得到肯定。比如说，我自己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每次给妈妈看，她都说你画得太好了，我姐姐夸我真是画画的天才，所以我就特别热爱画画。后来我上学以后，老师也把黑板报交给了我，我从1年级一直画到初中。有些家长越是在人多的时候，越是会和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我很困惑，这些家长是什么心理呢？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很多家长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说孩子的不好，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总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很高，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有一点毛病，他就会把这个毛病
看得比天还大，这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看来教育孩子的确有不少学问，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得好好学习呀。26，女的为什么想当知心姐姐？27，女的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28，女的讲自己画画的经历是为了说明什么？29，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30，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第3部分，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古时候有个商人献给国王3个外表一模一样的金人，同时出了一道题目，这3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国王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最后有一位老大臣说他有办法，他拿了3根稻草，把第一根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稻草从另一个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掉了出来，而第3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里，什么响动也没有。老神说，第3个金人最有价值。商人说，答案正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老天给我们2只耳朵，1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31，金人问题是谁解决的？32，问题是怎么解决的？33，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玩，他们玩得很开心，叫喊声很大。一连几天，孩子们都来这儿玩，老人难以忍受，于是他出来给了每个孩子5块钱，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让这儿变得很热闹，我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这点钱表示谢意。孩子们很高兴，第二天又来了，一如既往的大喊大叫，玩得非常高兴。老人又出来给了每个孩子2块钱，他解释说自己现在没有收入了，只能少给一些，2块钱也还可以吧。孩子们仍然兴高采烈地走了。第3天，老人只给了每个孩子5毛钱，一天才5毛钱，知不知道我们有多么辛苦？孩子们生气地对老人说，
我们再也不会喂你玩了。34。孩子们在门外玩，老人是什么感觉？35。关于老人给孩子们的钱，下列哪项正确？36。老人这样做的目的最可能是什么？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脸红是泄露人内心情感的一个明显信号。人们在感到尴尬、羞耻或害羞时脸会变红。但是这其中的奥秘却让科学家琢磨不透。最近有科学家将这归为历史进化的一个结果。研究人员指出，人是唯一在害羞时脸会变红的动物。这个信号让人们的内心情感完全表露出来。研究发现，人在脸红时，脸颊、颈部和胸部皮肤表层的血管会扩张，更多的血液会汇集在这些地方。心理学家则分析认为，脸红能平息对方的怒火，消除敌对行为，让人们更快地原谅你。所以，脸红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37。脸红可以引来别人什么样的态度？38。关于脸红，下列哪项正确？39。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第40到4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没有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关心，也没有人会对关心自己的人产生不满。所以要想赢得好评，就需要将你对别人的关心适当的表达出来。如果你发现对方的细微变化，最好能立刻指出。比如说对方换了新领带，你就说，这条领带你第一次戴，在哪儿买的？他一定会愉快地接受你的关心，对你产生好感。特别是女性，尤其重视自己的穿戴，一旦有人注意到了她服饰的变化，他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喜，这时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便随之缩短了。我对我的男朋友非常满意，就是因为他有注意微小事物的眼光。比如我从美发厅出来换了一个新发型，他就会兴致勃勃地欣赏一番。我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显得很累，他看到我的样子就会细心地关照一番。男友所做的一切听起来虽然都微不足道，但却让我感到十分满足。40。如果你注意到了别人细微的变化，他会怎么样？41。说话人为什么对男友非常满意？42。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第43到4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做什么事有了计划就容易取得好结果，学习也是这样，毫无计划的学习是散漫的，松松垮垮的，很容易被外界影响。所以想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制定计划是很有必要的。计划分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方说一年或半年，可以制定一个长期计划。由于实际生活中有很多变化无法预测，所以这个长期计划不需要很具体，只要对必须要做的事做到心中有数即可。而更近一点的，比如下一个星期的学习计划，就应该尽量具体些，把大量的任务分配到每一天中去完成，这样长期计划就可以逐步实现。可见没有长期计划，生活就没有大方向，同样没有短期安排，目标也很难达到，所以两者缺一不可。制定计划时还应该注意，计划不要定得太满太死，要留出一点空余的时间，使计划有一定的灵活性。毕竟现实不会完美的跟着计划走，给计划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样完成计划的可能性就增加了。43，要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应该怎么样？44，长期计划一般指多长时间的计划？45，制定一个星期的计划应该注意什么？46，如何增加完成计划的可能性？第47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跳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唱歌一样。人类跳舞的历史就跟直立行走的历史一样悠久。跳舞是充满喜悦的，你也许会觉得举重很有意思，或者认为花45分钟在跑步机上的感觉很棒。但我认为，跳舞带给人们的乐趣是大不相同的，那是一种从骨子里涌出的喜悦，并且是一种使我们更贴近生命的感觉。看看那些跳舞的人的脸庞吧，他们的脸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光芒，而我不相信在健身中心或是越野赛跑中能看见这种光芒。当舞者流汗时，他们微笑着，而他们的微笑是灿烂耀眼的。我所说的不是专业的舞者，而是在街角跳街舞，在公共场所大扭秧歌的人们，以及在城里的俱乐部自由自在的跳舞的情侣们。有许多方法能将舞蹈带进你的生活，拉上窗帘，放个音乐，然后移动你的身体。如果你想闭上眼睛也没问题，选择一种你喜欢的舞蹈，然后去学习有关的舞蹈课程。这些舞蹈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若上课会令你觉得局促不安，社区的舞会也许是一个好的起点。你不必一定要有个舞伴，大多数的舞步都很容易，音乐也会令你想舞动起来。在人群中，你可以很容易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感受舞蹈的魅力。47，说话人认为人类跳舞的历史有多久？48，舞蹈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觉？49，这段话中的舞者指的是谁？
50。说话人有什么建议？听力考试现在结束。